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石。欢我的频道先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FB、推取哔哩哔哩，b, Twitch, B ili, 还有 Discord。那在听《听地节优神在临》手游官方微信上面呢，一月七号晚上七点五十一分更新的这个聂小倩篇，在一月十九号会登场哈。情动上线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活动内容哈。在这个戏台上面唱的是什么呢？然后我们等一下有语音可以听哈。然后这个等一下听。 这个就很像那个《仙剑客栈》，有没有？那个《仙剑客栈》那个方式哈，那首领挑战啊，对方三天跟兰诺倩影，这应该就是像《仙剑》那样子的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剧情的，应该是剧情吧？希望了，希望是剧情。然后人这是什么什么戏？画中仙哦，我来听一下哈，宁采臣、小剑共唱共唱昆曲，山无棱。 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哇，是蛮有特色的。他他唱这个曲子的时候，让我想到《古剑奇谭》的时候，《古剑奇谭三》。 的那个皮影戏那一那一段剧情哈、哦，有点像。这首曲从一个书生的梦唱起哈、哦。好，那这个 p V 大家再去自己去官网看哈、哦。好，那第一幕梦境仿佛，璧人相依，梦平平生、哦，生难落是前哈。见一家人婆娑起舞，这应该是小线吧？看起来是啊，算是白白头发了。 不是黑发。第二幕哈、哦，惊梦而起，身陷入入离，正相依，天地变，光影纷飞，怀中人去何从？起身而立，顾盼四周，惊梦而起，身陷入梦，哎、欸，入离境。OK，第三幕哈、哦，惊梦而起，梦中人现。第三幕。 就可以放大吗？好像不行。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还乳鲁诶哎，哇，好会抖哎、欸，哇、哦，抖成这样，<laughs> 好明显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就这样子哦、喔，没了、喔。然后游戏内会启动这个《戏梦人生》特别活动，会有昆曲，那念昆曲没错吧？演演绎小倩跟逆采尘的故事哦、喔。 那小倩姑娘，哎，等等等等等，这位叫小倩的姑娘和宁产城梦中的白发女子究竟是何关联？哦，所以这个白发女子不是这个小倩的，不是小倩哦、喔，她长得很像啊。学术研究很像哎、欸，他刚刚这个策划说是指说梦中的白发女子跟小倩有什么关系，还是是同一个人？ 感觉是同一个人啊！小仙是冰系冰系宙斯啊，应该下礼拜会公告他们的职业跟技能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旁边是寒武沙。我刚才看到，你看寒武沙。有没有？寒武沙有没有？刚拉镜头拉远拉远的时候，寒武沙。有没有？有看到吧？ 有沒,有有没有，寒武沙，那、啊、韩武沙在旁边哦，韩武沙一起演戏就是 <laughs>，OK OK OK，还有什么彩蛋呢、啊？好像没有了。这个有一个冰寒气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幻境龙妖？OK，好了，大家情报都这样子，好了，就这样子，好。 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 w 哔哩哔哩。b G, b ili, 还有 d i s c o 感謝,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